SM 官方公开少女时代宣传照，一组以黑粉为主色彩的照片引起粉丝呐喊，终于等到了。润儿的黑色绑带式礼服让人惊艳，羽力复古的头饰与肩带作为亮点，佩妍和孝渊以粉色外套和抓皱长纱搭配黑色小可爱，制造冲突感。一身浅色套装搭黑腰带的 Sunny， 利落感让人耳目一新。这是少女时代为了 SM Town 所拍摄，而即将发行的 SM Town 冬季专辑也是 SM 自2011年来暌违十年再次聚集旗下歌手演唱的家族专辑。在韩国论坛上，少女时代的美貌再次被大众赞叹，不愧是永远的传奇。也对于少女时代小分队能合体再次登上舞台表演和录制歌曲，不论是粉丝还是网友都感到万分期待。